就听一时，阿婆讲：“哦，这间厝遮水啊！原话啊，你去这间厝遮，这间大厝遮尔水哦，啊，这价值超500块哦。大厝啥物货恁知啦抹茶，哦？啊，知哦，抹茶，啊。”抹茶啦，山头，抹茶啦，啊，哦，恁起这支观察，起这间大厝遮水，价值超500块，迄官贵安尼目睭已经夹银，都无我都无要卖，你加估计去创啊？哎呦，咱这家己，啊，多言，无嘛无咱的代志，咱去人讲这要创啥？迄阵啊，咱就洗边啊，洗洗，搁再洗倒转来，毋过安尼哦，冤过啊！啊，你若有买500块，你家己得；，伊若无买，万一若火烧厝啊，烧了了，啊，这就是讲话无谦虚啦，啊。无关前顾后啦，无头目在当啦，乱讲啦，讲话无尊重啦，目无不尊重，啊，过来啥？啊？啊？啊，有大有细，大拢袂晓要尊敬啦。对大人袂晓要尊敬啦，啊，干那会晓要用人啦，要吓人啦，安尼，用人会晓，吓人会晓，啊，别人啦，讲有做了，伊无满意的，拢毋对啦，即款修无用啊，这袂使叫做修行。人咧做较无满意，你都真欢喜，安尼才是大修行家。做无欢喜，啊，再来惹事啊，大声惹后，啊，阿妈讲紧真大条，啊。所以讲，色有色相的物件所在，也是空的。譬如讲，遮摕一个物件，甲吊到遮，安尼我即马摕着吊咧，会使咧。即有吊咧，会吊咧，但是即个运杯佫甲吊落去，啊无吊无通啊吊转，手甲放伊安那，啊，空的嘛。只有一个物件通啊吊，这是有的，啊、哦，像迄个阿伯啊，去买豆腐，啊，转来到半路咧热，迄个啊，就草啊厝遐，住遐就那个休困，啊休困，啊一罐豆腐罐迄个，啊毋是办法，啊看有铁钉啊无，啊去看我遐拄乌拄一点。啊，乌乌一点啊，就安尼迄罐豆腐，甲摕咧，甲掉落去。啊，迄罐豆腐劈一个对涂骹落落出喙去。当时啊，他拄啊乌乌一点的是啥？啊，残的。啊好，真受气啊！我来找，看你即只乌乌乌一点的残的，甲走飞伫倒位啊？互我今仔日我。我看伊豆腐拢弄破，啊，去找乌乌伫遮，好啊，即马就安尼好了好了，行到我来向阳，甲拍落去着啊吼，哈，着啊都着，伊手骨即马就拍着铁钉啊，啊拍着铁钉啊一空啊流血，啊，豆腐破了了，手骨阁破一空，
这你做做代志无关前过后，啊、哦，尾就去包，包包来来转啊，转啊到位，啊，因太太真知影因这红菜真爱食茶，啊，茶就甲菜多食。啊，我要不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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，哎，七到七到顶，七廿七公，嗯，啊，那这啥这顶？啊，因啊，什么人啊，拖到腾车来等到家，啊，这怕算啊，他这个到处等你吹落去，吃落去啊，这不是假赛，啊，臭眉毛，进去洗嘴，洗了又出来。因太太甲提迄个茶罐啊来烫伫遮，啊哈，啊好，你即只鸡啊，你就放屎互我食，拿一支锤啊，大大斧来到这个木头片这里，煞破去。因太太讲：“猫咪啊，我当要泡茶互你啉，啊你煞甲木头破，呾茶罐啊无啊啦。啊”好啦，好啦。去拨，拨拨的要提稻埕买饼条，咱较早的垃圾堆拢伫稻埕买吼，稻埕买恁知无？恁这用油着无？无哦，恁用油着无？我那无哦，稻埕买垃圾的物件拢稻埕买。哎，咱啊，要皮啊病的时，对银钱啊卡甲打落去，去打着啥？打着一只狗的后尾，啊去打着狗尾，打着迄只狗安尼拴起来，对裤脚就安尼甲夹落，裤脚去互夹一空。啊，今嘛真唔愿啊！啊，好好好，来找一支棍啊，看你这只狗走一走。拄拄因太太较早有咧烤鼎，恁烤有着无？有哦，啊？即摆也有哦。哦，啊，看迄只狗走倒去，啊，因太太鼎甲囥喺稻埕尾，要来烤鼎。啊，你这狗走来伫遮未啊？啊好。安尼个向我真真去到地个，砰一下，啊，就甲扑落去，无啊？迄个鼎煞破了了。当因太太出来，当然啊，要煮饭的鼎拢互你扑破，当然也都免煮啊。啊，这就是冲动啦，无关前过后啦。啊，咱要修行。在家就是修行，修行要怎啊？修行后出世，咱唔免来出世。哦，啊，你若发愿，我要天堂，照你的愿去天堂。唔过去天堂，也是过再来。啊、哦，上好还是安怎较好？啊，西方教啊，无啊。西方教应该也不是在天堂呢，在哪？唔好讲遐远啊，在哪？啊？啊，在哪？来来来来来来，你你知影？你指我看卖，看西方在哪位啊？你册面顶啊，就西方在遐哟。啊，无看阿弥陀佛在啊。啊！俄罗斯啊！哦哦，遐有三尊阿弥陀佛喏！啊！是三尊阿弥陀佛是啊？不是？老技师对吧？那三尊是阿弥陀佛对吧？
啊？啊，若毋是，咱哪会来到店？咱大家都直直甲跪，直直甲拜。啊，要学伊的行为，学伊道德的行为，都甲拜，都甲学就好啊。咱恁就安尼拜甲呢，遐虔诚。我看你有当时啊，得跪。我在楼顶咧看，我有看呢。我即马有天眼啊呢。啊！我看你咧拜拜。拜几拜哦，拜到过遐虔诚诶，啊！啊！啥呀？阿弥陀佛，舍利佛，舍的阿弥陀佛，大，将是西方，各是万的如多。对大去，对五色讲去哦。啊！啊，对念佛了去。啊，你的阿弥陀佛在哪？你刚才输的，大家讲念佛了去啊！你的阿弥陀佛说唔知哦。心啊，咱的心啊。妈来谁啊？咱的心啊。啊？咱的心啊，对。哦，我听说讲妈的阿弥陀佛在妈来谁啊？啊。心内底无唔对，啊！你哪会提袂出来？有甲提出来无？阿弥陀去甲包咱的心，对无？安尼是无？是无？啊，十分啊！这个后回来再来讲啦。舍利佛，啊，佛界阿弥陀佛在倒位啊？也知影。愿力出功德，愿力出功德，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若有见闻者。释法菩提心，尽出一报身，同生极乐国。阿弥陀佛。谢谢收看，祝大家法喜充满，下次同一时间再会。